那接下来这四位是吗？继李敏镐、金秀贤、金宇彬之后啊，又有一位长腿男神是横空出世了。他呢，就是最近的热播剧啊《治愈者》中的徐正厚的扮演者池昌旭。池美男身上到底有哪些与众不同的魅力呢？来看一下。高挑的身材，帅气的脸庞，温暖的笑容，池昌旭全身上下魅力点十足。这次在《治愈者》中，他更是挑战了打斗戏，体力不是一般的好哦。看来池昌旭平时一定有与众不同的管理体力方法喽。잘먹고요，잘자고요。虽然听着简单，但效果确实棒棒的。而且靠着这无限魅力，今年28岁的池昌旭更是颇得姐姐辈的女演员青睐。2013年，他在《齐皇后》中和年长9岁的何志愿对戏，去年又在《治愈者》中和大自己1岁的朴敏英合作。한게다저보다저랑작업했던여배우들의대다수가사실저보다연상이었는데그렇다고해서제가의도적으로연상의여배우와연기를해야지이런것도아니었는데또天然也可以得是哦。羞答答地回应了无心插柳的合作故事。如果你认为池昌旭只是靠脸吃饭，那就大错特错了。小帅哥在音乐剧上也相当的有造诣。在音乐剧《那些日子》里，虽然爱过这首歌，就是池昌旭深情演绎的哦。어제는하루종일비가내렸어자욱하게내려앉은먼지사이로娱乐新天地魅力男池昌旭大势来袭综合报道。